上的花朵像是厌倦了生活，它慢慢慢慢慢慢地向这个城市低头。有谁看见那年夏天我可以在饭里游戏，而现在我一定要逃到有冷气的地方去。想安然地度过无形的邪恶，让许多人儿惶恐，满街的乌烟瘴气加速了温室效应，每个人好像随时准备要纷纷离席。唱歌辐射钢筋到底是否有为可身体上照亮过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像在地狱里挣脱。是否活着过着想准备要分崩离析，不能言语的危险在这屋里慢慢成型，热得快发疯，没想过会浪费的望着甚至唱歌，辐射钢筋到底是否有问题。